大象不小心掉进了池塘里，它挣扎着想要脱身，但是却爬不上岸。救援人员赶快打破部分的水池，让水给流出来，这头大象才终于顺利的脱困。新闻最后一起带您来看一看更多的新闻资讯，请记得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记得要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和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陈怡蓉，晚安，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，事事顺心，我们再会。